斑马玩具，猪爷爷的记事本上。佩奇和乔治在猪爷爷家玩，猪妈妈来了。猪爷爷，我给你买了一个电子记事本，方便你记录一些事情。哦，那真是太棒了，正好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要去学校修门，给公牛先生修车呢。对了，猪爷爷，记得要给这个记事本换电池哦，它快没电了。哦，好吧，还要买电池呀。猪妈妈离开了，猪爷爷和佩奇、乔治一起玩。好了，佩奇、乔治，我们该做事了。让我看看要干什么。咦，记事本怎么不显示东西了？爷爷，你是不是不记得要去做什么了呀？怎么会？我都记得，要去给公牛先生修门，再去学校修理车子。走吧，佩奇、乔治，我们先去公牛先生家吧。小朋友们，猪爷爷有没有记错要做的事情呢？赶快留言告诉我吧。喜欢我，记得点击关注或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